还继续啊。OK， 我有个问题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后面还有登记发言。没有，我有下问题。我想我们尊重一下登记发言的顺序。不要浪费时间。那个，我们到。我不用麦克风哦。那个，我刚刚读到这个报告 ，OK。对不起，我有一件，我真的有一个请求。老百姓，老百可以不接受。我真的有一个请求，我们照秩序，谢谢。先问问我们居民同意再说，要不然这些都是浪费时间，你懂吗？先问问看老百姓，我们的当地居民同不同意开会？这里写的。同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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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同叫程序来了，叫程序来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各位。好，我们下一位发言的是潘新华，是潘先生吗？还是麻烦。抱歉，我刚刚问的问题好多都没回答，我问了七个问题。刚才我们局长说明过，这是第一次的说明会，那包括树保的，你没有回答我啊。容积率的部分，对，我清楚的说一件事情，这个地方的，你问的是建壁。建壁法定40%，我们还没有用完。14000坪怎么来的？我告诉你怎么来的。公园是 X， 扣掉公园是 Y，Y 乘以0.6，再加上公园就是14000坪。而且我刚才还没有说，我觉得会大于14000坪，因为你从刚才这个意向。就是表示有这个清楚的意图，要超过法定的建蔽率，来使它成为绿地。好，刚才你的确有问到这个问题，抱歉，你再提醒我一下，有哪几个问题没回应？第一个，我原先不是有个公园？对。那公园这是一个数字，那再加上建筑物的一些法定空间，也是一个数字。那你现在这些数字跟现在你提出来数字，到底有没有做一个比较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答案是有，而且大于。好，我因为今天有很多朋友们要发言，下次回来我给你一个数字，要清楚的交代。就像我讲的，我会再回来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一定有疏漏的，可是不是明天就要开工，还有比各位。一样等同标准的一群你我都不认识的委员，他的标准跟各位一样，所以绿地我清楚的告诉您，会清楚的交代，但是刚才原则我说了。没有，我还有一个问题啊，你们建筑的容积率从国德到好事到科室到底是多少？现在规定是多少？我们现在是为了变更而变更，初步的吗？没有没有，现在是初步的说明会。那接下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哈，我们程序还会办理都市计划变更的说明会，还有环境影响评估的说明会，好吗？这个部分的话，后续还陆续会办。啊，那对，目前是以四。我们先报告一下，刚才讲建蔽率是40%，容积率初步估算是以400。好，这边初步先这样跟你回应。我说现行规，现行我们。我们这么说，四周围现行的话，住三是容积率225%，法定建蔽率45%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有说明过，未来林地在办理都市更新的时候，事实上适用更新条例，它有额外增加的奖励容积，好吗？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接下来就是说，你们不要只谈广慈的这些都市变更，我希望能够扩充，比如说我这周边的2公里。我刚才说了，那是225乘以1.5。那是225乘以1.5，另外呢，西侧北侧退缩是15公尺，而且后来的我们提到的这个在弧形的公园是远大于15公尺，这些其实都是，而且呢，我们还做一件事情哦，各位如果知道有追踪这个技术规则的，未来的北照日照权标准还会更高。我们是朝那个更高的标准。好，我希望会议继续进行。您有一些问题，也许我没有让您回答得很满意。下次回来，因为我们都有录影录音，我们会逐一交代的。谢谢。好。